腊肉，还有这个豆皮炒的是辣椒，先吃一点。豆皮炒肥或者非常好吃。时间都跑了一半了。丝瓜，这豆皮炒的哇，绝绝子。今天吃这个荞麦魔芋面，有喜欢的可以去拍啊，有三种口味。这个减脂期的老铁可以去拍单来尝一尝，零脂低热量。
这个豆腐还有虎皮辣椒。这是妈妈做的盐菜。这种辣椒有点辣，如果吃辣椒不吃辣的话也不好吃。